如何正确七步修甲。有了得心应手的工具，还需要正确的方法，才能修剪出合适满意的甲型。今天我们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如何正确七步修甲。你将需要死皮软化剂、纸皮剪、指甲推、指甲锉、抛光海绵、纸皮刷、盖油、洗甲盆。第一步，做好清洁工作，将双手和指甲的周围清洗干净。第二步，使用专门的指部死皮软化剂涂抹在指甲边缘，起软化甲尾死皮的作用。第三步，用纸皮推让死皮脱离指甲，可能会推起一部分倒刺。第四步，用纸皮剪修剪死皮和倒刺，操作时一定要特别小心，避免剪到甲肌肉。第五步，用指甲锉修饰指甲前端锐利处，使弧度变得圆滑。第六步，用抛光海绵打磨指甲，让指甲的整体光泽度得到提升。第七步，用纸皮刷清理碎屑。然后给每个指甲上涂上盖油，使指甲不易断裂。你知道吗？指甲是由蛋白质、角质素、维他命、矿物质及硫所构成的，因此简单的说，优质的高蛋白饮食就是维持健康指甲的基本条件。